盖。啊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商量什么？你说的话，那对我就是圣旨，我啥都听你的。我想让你辞掉这个村主任。行，我兑现我对你的承诺。反正咱们现在卖了猪场，往后咱们从城里买套房子，用剩下的钱再从城里成立个公司。你来做董事长，你来当总经理，我跟着你干。明天我就去辞职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皇上，你让微臣干什么，微臣就干什么。好，从这儿跳下去吧。皇上，在微臣跳下去之前，可否叫微臣亲一下？亲你吧。小宝贝儿啊，现在全县上下正在推进建筑扶贫工作，你要辞职，你什么意思？乡长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村主任是村里大部分人对老骆有意见才选的我，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。再说，家里实在是……什么家里实在是？你们张家坡村老支书现在身体不好，干了一辈子了，乡里也不好意思马上把他换下来。村里的工作全靠你来支撑，你现在提出来，你这不是给乡里下马威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乡长，我真的不是那块料，我想到县城干点自己的事儿。哦。你是对我工作有意见？不是不是，乡长，你别误会。赵书记刚走，县里让我负责全面工作。虽然现在没有明确，我想这是对我工作的考验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给我来这一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乡长，别误会。好了好了，你现在马上回去给我找几个贫困户代表，明天我要去你们村慰问。活干，哎，他们家有人吗？有人，我已经通知过了。哎，我们来的时候带了点慰问品。哎，杨生，来吧。哎。
哎，国哥，来，我来，我来吧。哎，你放下，你放下，来吧。哎，国哥，让梁乡长来吧，还要做新闻报道呢。好，别。谁呀？哎，嫂子在家。这是咱们乡的乡长，专门来看望有望。嫂子，我们听说了有望的事儿，专门过来看一下。我代表乡党委、乡政府向您表示慰问。哎呦，你叫我说啥好啊？你看看，乡党，你看看这日子过的。有望呢。哦，走，咱们去看一下。有望，有望，有望，天天睡，天天睡，都五年了，这日子咋过呀？他爹死得早。看都快30岁了，也没找个对象，一家人就靠我养活。有望啊，哪儿不舒服啊？乡长，你是不知道，潘有望从小没爹，他娘俩孤儿寡母的，也真是不容易。有望呢，自己争气，在自己的努力下考上了华清大学，已经上了3年多了，还有一年就毕业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气血回家了。一回到家，就是睡，在家整整睡了5年。据说是，在学校谈恋爱，受了刺激。不管怎么说，对于常有望，我们不仅要扶贫，还要扶志。一定想想办法。乡长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有什么办法？你作为村主任不想办法，难道让我给你想办法呀？我可告诉你，你们村是我包着，你可不能给我掉链子。别动了，这两天胃不舒服，老想吐。光想吐，二云就不吃了。啊，你说啥？二云咋了？他胃不舒服，光想吐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谢天谢地了，阿弥陀佛了。哎呀，啥意思？哎呀，啥意思呀？傻孩啊，我要当奶奶了，你要当爹了，我的儿子。娘，二云胃难受，有病。高兴着，哎呦，懂你丈母娘那个巧啊你！二姨是怀上了，我得去看看。你一会儿过来啊，二姨。喂。郭干啊，走上医院，这回这孩子说啥得保住。娘，你们先去，派出所找我有点事儿。哎，派出所？哎，走走走，赶快上医院。哎，郭干，火上有锅，一会儿给火灭了啊。哎，走走走。啊，大夫，给你看看那化验单。啊。没怀孕，是胃炎。没怀孕，没怀孕。
那大夫，那你可以看看，俺都是媳妇儿结婚3年了，她咋就怀不上了？不是有啥问题吧？大娘别担心，这个化验单上显示的清清楚楚，您家媳妇儿啊一切正常，没问题。小郭干什么？我说你好了，也没说清楚，有啥事儿？你怎么搞的？这小姑娘说是你们村的，你看是不是？这不是小程燕吗？我们村水江家闺女。你认识她吗？我敢说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是吧？啊，来，行，喝去。大娘，大娘，大娘，你病了。大哥知道吗？他媳妇儿不是在家吗？石坑掉煤堆，就看到别人黑，看不到自己黑。就你不算，你不就说昨天那一杠吗？2毛钱，知道就行。别害怕，人家水旺可是包工头呢，别说3毛2毛的，就是3万2万，人家也拿得起啊，是不是啊？你马勺。那我就明说了啊，去年咱们去王家湾赶庙会的时候，你欠我3毛钱，你可到现在都没还。你这黑不提白不提的，你不会是忘了吧？不玩了，吵吵吵什么吵，打个麻将也吵。本来我已经糊了，都让你们给吵没了。都怨他，都怨你，怨你，怨你，干嘛呢？打个麻将至于吗？别打。干啥呢？啊，疯了呀！你马勺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哎，门怎么没锁？包干，有啥话你就说吧。妈，赶紧做饭吧，下午还得值日呢。我说门怎么？
尤大婶，你婆婆几天都没吃饭了，你还有心打麻将？你还是个人吗你？哎，小果果，你啥意思啊？该老大家照顾，又不该俺家。啥老大家？老大这一去世，他媳妇儿翘屁股走人了。啥？走了？去干啥了？别说了，赶紧去看看。你婆婆生边也需要有人照顾。老大媳妇儿这一走，以后成燕就靠你了。这凭什么呀？这该老大家照顾，他走了，丢下亲闺女都不管，让别人管。不管。咱当亲叔亲婶的，早就人心不管了。我说不管就不管，你今天说啥都没用。你不走，你要是觉得心里难受，你去管去。你马上，小程燕上城里找他娘，没找到。夜里怕冷，睡在了城里的垃圾池里。夜里清理垃圾的时候没看见，一下子把小程燕卷到了垃圾堆里。当初正好缠住了一条死狗，那只死狗被缠得粉身碎骨。你说小程燕这不是捡了一条命吗？你当亲婶呢，你就不心疼吗？小果果，你今天就是说破嘴也没用，他亲娘又不是死了。他亲娘都舍得不管，凭啥让我管？走，你赶紧给我走，走走走。行，我给水旺打电话。哎，小果果，你是不是管闲事上瘾呢？你今天跟谁打都没用，你赶紧给我滚！滚！娘，果干，来来来。派出所找你干啥来？你昨晚上一夜没回来，啥事儿啊？娘，我能有啥事儿？不是我的事儿，是咱村啊，徐佳佳的闺女找她娘，差了点你被铲车给铲住。玉海，哎，这要不是你的事儿，就谢天谢地了。娘，检查结果是啥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嗯，是个屁。哎，果干，你赶快上医院去做个检查，看二孕不怀孕到底是咋回事。要是你的事儿啊，咱就善待人家二云。嗯，要是二云的事儿呢，咱还得想个咱自己的法儿来。娘，怎么了？二云不会怀？哼，空喜一场。哎，哎，你偷偷的上医院做个检查，可别让二云知道。啊，根据这个检查结果，你身体上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么棒的小伙子，没有什么，放心吧，去放心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啊。娘。哎呦，从医院回来了。哎。大夫咋说呀？大夫说，可能是我的毛病。别生气，绝了，老张家绝了。娘，娘，那不重要。二云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可千万别让二云知道。哎，锅盖。哎。你说，我要是跟你生不了孩子，怎么办？怎么会生不了呢？其实这段时间，我真的很压抑，我真的担心咱们怀不上。
怀不上就怀不上。这不，咱们现在过得挺好的吗？你是单传，没有孩子，娘这关就过不了。今天去医院检查，娘很着急咱们要孩子的事儿。睡觉吧，一切顺其自然吧。只要有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有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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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了，快起来。别带了。吃吧。砍了，撒到床上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睡觉吧。大娘，别想那么多啊，没事。哎，你可真有福气，娶这么好个媳妇儿，好好待她。哎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。你看，我们家那俩。来，大娘，吃饭吧。吃吧，大娘。有望又有啥事儿？找你，你说孩子天天睡，天天睡，我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我真的没办法，你全当是行行好，你帮帮我行不行？可难了，太伤心了！你哭啥呢？先回去，我一定想办法，行不行？先回去，先回去。锅盖儿。有望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啊，明天我和重生带有望上城里理理发，再给他买两身新衣服。首先从形象上让他自信。他是心里有病，你带他理理发能治好，那理发店变成医院了。我这不是也没办法吗？你的事我不管了。三儿，谁呀？三儿，小锅盖。哎，春生。哟，三儿，我和春生商量一下，我们带有望上城里理理发，也好让他散散心去。是啊，你说这天天床上躺着也不是个事儿，说不定出去能好点。对，来，春生，走。有望，哎，醒醒，有望。哎呀，来呀。
你爸精神精神啊！哎，你看这干什么呀？你看，你看。他这是不是有病啊？不是，没病。他是，他是一个画家。哎，这为了创作一幅画呢，已经七八天没睡觉了。正好今天晚上有一个这个香港的客户呢，要来买他的画，所以来修整修整理理发。你别看他这样，一瓶纸画卖200万呢。谁在吃的？这是谁的车呀？谁的车这么好？谁回来了？谁呀？水万回来，水万，水万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挣了不少钱吧？是啊，发财了吧？发啥财？你看看，你家水万，身体都挺好的吧？啊，水万这有钱了，对，行，你们聊吧啊，我回去了。啊，好，回去吧。对吧？你说咱要是不管吧，也说不过去呀。你说我哥死了，我嫂子跑了，现在就剩我这么一个亲属。你说这多让人笑话呀！我在外边包工，咱村在我那打工的也不少。你说我，别跟我说包公啊！这都几年了，你挣的钱呢？就知道你享受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这又扯哪儿去了？反正我不同意。这老大媳妇儿以前是怎么骂我的？他就没想到有今天。那不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吗？这指不定他安的什么心呢。老人该他养活了，他跑了。亲闺女都不管，他走了，我还走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等我把今年的钱要回来，给我媳妇儿多买几套新衣服。这都几年了，说话还不如放屁呢。媳妇儿啊。这不就是多添一碗水的事儿吗？实在不行，咱去找村里，让他给咱开个证明。咱把他家房子过户到咱家，然后等娘没了以后，咱把这房子一卖。那不就赚了吗？万多一斤，来，石阳哥，茶咱们以后再喝。先说程院的事儿。郭凯呀，我的情况呢，你也知道，我吧，常年不在家，生意做得挺大，也挺忙的，要说管养呢。
我倒是想管，我哪有时间管呢？说一千道一万要管，还得是媳妇儿管，所以这事儿啊，我说了不算。来吧，喝茶吧。茶还是自己留着喝吧，自己的亲侄女流落街头了，一万块钱的茶是好喝，你喝了心里还舒服呢。你听我跟你说，自己的亲侄女你不管，咱自己的亲娘你总该管了吧。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程燕的事儿，你要早已经饿死在床上了。哎，不干，你听我说，我没说我不管啊，你听我说，不干啊。老大的房子不能给啊，这房子要是给了他了，老大媳妇要是毁了，这不是撵老大媳妇儿走吗？大娘，估计老大媳妇儿不会回来了。他就是不回来，这房子也不能给他。老大死了，还有个闺女，等燕儿长大了，找个上门女婿，好歹也算留下这一门。大娘，都什么时候了，陈燕现在都没人管。过一时算一时吧。这事儿没商量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事儿就不能这么办。哎，程燕呢？刚才还在这玩呢。会不会跑街上玩了？赶紧找找，别让他又去找他娘了。你说让程燕他会去哪儿？国干，程燕会不会跑咱家了？走，去看看。走。哎呦，燕儿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吃点饭啊，乖。嗯。燕儿，一个人瞎跑什么？我要床上了，让俺娘给俺扇扇被子，晚上睡觉时候逼，我要找俺娘。燕儿，尿床了，叔叔给你扇。啊，以后听话，别乱跑。啊，以后啊，别找你娘了，你娘就能挣钱了，挣钱以后给你买好多好多好东西，好不好？我想他买的熊大花书，我也想要，我要找俺娘。叔叔给你买，啊？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饭在锅里呢，赶快盛着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啊，来，来吃饭啊。哎，哎，锅盖。陈燕这闺女咱都收养了吧，反正你跟二姨你也不会生，这以后收养啊，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照顾着啊。以后再碰见男孩了，咱再收养一个，不就成了吗？呀，这是以后再说吧。
院。啊？陈燕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程燕，先让咱娘看着，回头我找水洼再说说。郭段，你就打算这样让我跟你过一辈子吗？不是，等乡长一提吧，咱们上县城啊。看来我是没那个福分了。小锅盖，你也是单纯，我也给你生不了孩子，咱们还是离婚吧。我真的不想这样跟你过下去。二云，你怎么净说傻话？我说的是真话。我也不知道你图个啥，一个月挣的不到1000块钱，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，村里的干部都去干自己的事儿了，就你整天跑前跑后，啥事儿都管。就差哪家寡妇找你睡觉了。这是小主任家吗？谁呀？小主任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这是我表姐，想找你帮个忙。我能帮啥忙？是这样，我老公还有点事儿，需要找一个大领导，人家啥也不缺，就喜欢字画。这不，听我表妹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大画家，我不怕钱多，只要画得好就行。我哪认识什么画家？哎，就你上次带着去我店里理发那个呀，什么香港客户都要他的画，他不是画家吗？哎呀，小主任，你就帮帮忙吧。果敢都找上门来了。他们是城里理发的，想找一个画家。小果敢，你编瞎话也过过脑子，找画家找到你了。哼，可笑。这是上回我带有望上城里理发。起来。你听我跟你解释，就是就是上回我答应王厂城里理发，让我睡一辈子呀！啊，走，走，大家说说话啊。行，那你回去吧。刘峰，刘峰。从小就没爹，你娘养活你，她容易吗？她，啊，你要让你娘养活到你啥时候？你那股上学不服输的劲儿呢？你那股劲儿呢？你还是男人吗？你，为了你，二爷他整天给我闹情绪，有种，睡。
勺啊，有事儿吗？哟，陈燕儿，吃胖了啊？你看这早就该让人家收养了，这锅盖和二云也没个孩子，你看这多合适啊！你有啥事儿？锅盖不在家。那婶儿，锅盖不在家，我就跟你说了啊，这锅盖和二云也没个一男半女的，既然把陈燕儿收养了。这伺候老人呀，他们就得算一股。我们家就弟兄两个，到明天我伺候我婆婆就一个月了，就该锅盖他们了。我这就来跟你说一声，你可别让锅盖忘了啊！哎呀，马婶，你说的这啥事儿啊？哟，这没看见二云在后边啊？那婶儿，我先走了啊。马婶，有事吗？没事。话我都告诉你娘了，你娘会给你讲的啊。吓死我了你！这个一马上，我给程水发打电话。别打了，小锅盖，你让陈燕在咱们家吧。我走，二云。二云呐，你别多心。让陈燕在咱们家，是我的意思，不是锅盖的意思。我是看着这孩子，爹没了，娘走了，这么小多可怜呢。陈燕可怜，让她在咱们家，我没意见。现在一马勺让小锅盖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，你们说怎么办？二云，一马勺这个人吧，他我还是给程水旺说吧。陈燕咱可以不管，但咱娘咱不能不管啊。既然小锅盖要抚养陈燕，那他就得算一股，老人呀一替一个月。你这有点太不像话了吧。啊，媳妇儿，那是生我养我的亲娘啊，我让别人去养啊，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啊？啊！你要觉得丢人，你回来养活呀。反正我不管，我这辈子跟着你过的是啥日子呀？你要觉得我不好，咱俩就别过了。把我娘让别人养啊，我都说不出口。我要养活你养活，反正就这一替一个月，该咱养活的我绝不推辞，谁也不能说我不讲道理。你再说一遍！我把生我养我的亲娘，我让别人去养去。
不让他饿死在床上？程水旺，你要敢回家养活，咱俩就离婚，我现在就走，这个家我不待了。上面的政策，有房，有房，你能走出家门，这就好。原来我一直担心你和你娘的生活，你要这么睡，你和你娘以后可咋办呢？现在你能走出家门，这就好啊。二哥，有吗？那天是我心情不好，我对不起你。是你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你帮助我恢复了健康，还为我找了工作，我真的谢谢你。你也不用谢我，正好上面有这个扶贫扶志的政策，虽然挣得不多，先干点啊。哎，我也不挑剔，只要能先工作干起来，干一段再说。你是大学生，往后你得发挥好你的知识特长，是吧？好。小主任，你咋在这儿呢？是你啊。这是我朋友，一块儿过来吃饭的。啊，这么巧！今天有望参加工作，我们顺便一起吃个饭。这是大画家吧？他不是什么画家，我没骗你。大伙一起坐吧。对对，来，一起坐吧。坐吧。坐。娘。娘，吃饭了吗？我知道，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可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你以为我想要这破房子呀？我这不还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。水娃，这人呢，谁不知道谁活到哪儿？做事儿呀，不能太过分。房子给了你，这不是堵你大嫂回家的门吗？啊，娘啊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说我这当儿子，前边是娘和侄女，后边是媳妇儿，你说我要给她得罪了，这日子我咋过呀？你走吧，我不能连累你。房子的事儿，你别想。
行，娘，您歇着啊。正好我工地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把你的东西拿走，拿走。俺娘那边啊，你先帮我想想办法照应，回头我出钱就是了呗。程水旺，你以为有钱就是万能的呀？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娘谁来养？你让我缓两天，我再做做我媳妇的工作。那是生咱养咱的娘啊，锅盖，你说我能不管吗？啊，那我是那样人的吗？哎呀，老大的媳妇肯定是回不来了。你跟俺娘好好说说，房子给她了，等将来陈燕大了，谁还能要这房子？等俺娘一同意，不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吗？对不对？程水旺，你真是一个无厘头！二云，程水旺正在想办法。要不咱先，小五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想跟我说，先把陈水旺他娘接到咱家照顾？那倒也不是，就是给他娘做做饭。给他娘做做饭，陈水旺他自己的亲娘他都不管，让我给他做做饭。我告诉你，小锅盖，别人的事儿你可以管，如果陈水旺的事儿你要管，我最后跟你说一遍，你明天就去辞职，否则……二云，二云，不是我不愿意辞，而是乡长不让辞。实在不好意思说呀，我不管你什么理由，如果明天你不辞，你就等着瞧吧。我这实在张不开这个嘴啊。好，小不干，你自己过吧，自己过吧，自己过吧。二云，二云，抓紧时间表示。辞职可以啊，三娜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，不愿意干就辞。你还有别的事儿？没有，其实事儿是这样。不就是这事儿吗？按照辞职程序去办就行了。喂，你别取笑我了，霍哥，我还有别的事儿。啊，行，老丈人不在了，爷爷
咱要去呀、啊？好好好，行。乡长二话没说，同意我辞职了。以后，咱们就过自己的生活。郭干，不是我不支持你，你不适合当这个村主任。你是个好人，村里啥事儿都喜欢往自己身上揽。村里这么多事儿，东家长西家短，把你累死也管不好。啥也别说了，辞就辞了。二云，这几年让你受委屈了，往后我好好待你。咱们住县城，村里的事儿让别人去管吧。郭干儿，你怪我吗？不怪。二云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我怎么舍得怪你呢？郭干儿，嗯，其实有件事儿一直没告诉你。你跟娘都认为我不会生。其实咱们结婚的第一年，我真的不想马上要孩子，就想干点咱自己的事儿。没告诉你，偷偷做了一次流产，后来吃了避孕药。我知道怨我，后来想怀孕了，却一直怀不上。你又当了村主任，天天这事儿那事儿的，我心很烦，我也很着急。郭干儿，我就想静下心来过咱的生活，要咱的孩子。二云，原来你会怀孕啊！以后咱啥事儿也不干了，咱就要咱的小孩儿啊！我太高兴了，我太高兴了，二云，太高兴了，二云，快放下！果干吗？啊，你组织一下你们村的党员干部。今天我去你们村开个会。来，那个谁吧，先出去。来，大家都坐。人都齐了吧？啊，齐了。都是村里的党员干部。老马是老党员了吧？是。老唐也是老干部了。是老干部。好，咱们现在开始开会。行吧，先出去问问。对了，我先宣布个事儿。经过乡党委研究决定，有陈水旺同志临时负责咱们村的全面工作。让陈水旺负责？怎么了？沈旺同志包工程也好多年了吧，见过世面。再说水旺也是咱们村的致富的榜样模范，能把工程做好，照样也能做好这个扶贫脱贫的领头人，对不对？让他做这个领头人，胡来。郭干儿，村主任我没有免你。再说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免你，
因为你是全体村民选出来的，他们的当家人。现在呢，你提出来辞职。作为乡里，总不能让一个村没有负责人吧？谢谢乡长，谢谢大家。要说干工程，我是内行；但是要作为村干部，我是个外行。所以呢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帮助，我一定努力做好。这个村主呀，我还就不辞了。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陈水旺自从当了咱村的负责人之后，要为咱村老百姓造福了。陈水旺正在搞集资，利息5分，要比银行的利息高好几倍。是吗？啊，有这事儿？你还不信呢？反正我要去存，我把银行的钱全部拿出来，我再到我家亲戚那儿借上几万块钱，全部存他那儿，一年轻轻松松好几万块。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。我作为村里的一把手，不是，是负责人啊，心中啊时时刻刻的想着咱们父老乡亲。我缺钱吗？不缺。我不缺钱吗？我就是想带着大伙发家致富。只要有我陈水旺挣的一分钱，那就有父老乡亲们挣的钱。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啊，就今天一天的时间，错过了今天，可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喽。拿走，一马勺。这因为3毛钱可给记上仇了。水旺，你看这，咱们还有亲戚。没事没事，你给记上啊，记上。哎呀，多少啊？3万。3万。谢谢啊，一马勺。起来了吗？啊，昨天陈水旺跟一马勺来把他接走了。谁？陈水旺的一马勺。他凭什么给他接走？不行，我得给他找回来。娘，凭什么？我都给他要养活这么长时间，我白给他养活了。起来，我让他找我。娘，二勇做过流产，过几天我们找个老中医调整一下。做过流产？啊。谁的？跟我的。医生检查我没问题，当初我以为二勇博医生我是瞒你的。二勇，我盼孙女，我盼了多长时间了，我盼的有多苦啊！你为啥不肯点偷偷的去做流产呢？啊？我以为你不会生是俺家锅盖儿，真是俺家锅盖欠你什么了？欠你家什么了，二爷？这是干什么？娘，我错了。
样你也知道，他这脾气一上来，啥话都说，可别往心里去啊。我没事儿，这事儿不怨他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咱娘没别的意思，他就是小松子想疯了。我也理解娘的心情，我不怪他。回头我再找咱娘解释一下。你不用去了，回头我去跟娘说吧。娘，吃的啥？哎，包子，真好。来，你给张大爷拿几个，我给送过去。啊，行，你去找个塑料袋。啊，捡那大的，多给你张大爷拿几个啊。哎，看这门儿门女的多可怜。哎呀，叔来了！哎，大爷，我娘刚蒸的包子，尝尝，还热乎着呢。伯干儿，你老给我送东西，知道您是一个人，有时候也顾不上做。大爷，你每天起早贪黑的，有时候过来我也见不到你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你跟我说，啊？哎呀，没困难，没啥困难。你可别跟我客气啊！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大爷，来，你洗手，洗手，尝尝。伯干哥，哎，来来，坐坐。你们两个怎么一起来了？我们两个怎么不能一起啊？南，南，有吗？哎，说说咋回事？伯干哥，这丽娜也是个苦孩子，她从小也是从外地抱养过来的，养父一辈子也没找媳妇儿。家庭条件很不好，丽娜以前谈过几个男朋友，这也都没成。我这不是等你吗？你们两个现在太好了啊，有吗？郭大哥啊，要不你给我们两个说个媒吧？啊，说媒我不行，让你嫂子来。看来这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这媒。好做，那就谢谢嫂子了。二云，你看咱们家还有什么菜？不光好赖，炒几个菜，咱们和有旺、丽娜祝贺祝贺。好好，我别麻烦了。丽娜，咱今天就别和郭干哥和嫂子客气了。对，行。喂，啥？水旺病了？咋回事？啥病啊？站不起来哭了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大病，这根本就不用住院，医院就是想挣点钱。你的病跟你哥的一样。谁说的？医生说的。谁说的？检查结果都出来了，是遗传。郭干儿，
陈水旺在村里搞非法集资，你要负完全责任。他是村里的负责人，这事我根本就不知道啊。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如果你们村的人到县里上访，县里会免我的职，你知道吗？郭盖儿，你全当帮我的忙，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我摁下去。水旺把我们的钱投给了一个开发商，开发商现在资不抵债，人都跑了，水旺也住院了，咱们的钱呢要打水漂了。啊，那里边可是我缴姐的钱，我的钱也是借的呀，那可咋整呢？太伤心了。我说你们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啊？我们现在找水旺去，水旺要是不给，咱们就找政府，走走。你们都快点，大家都要我们的血汗钱，还钱还钱，我们血汗钱，政府告他去，一定把咱们的血汗钱给要回来。大家冷静一下，血汗钱必须要回来。大家冷静，还钱，大家冷静，还钱，还钱，大家容我想想办法，行不行？水旺是有病住院，你们的钱他不是不还了。水旺的病是遗传病，好不了了，连他媳妇都跑了，我们钱找谁要？那可是我们的血汗钱。是啊，这是我们的血汗钱呢。郭根啊，这事儿你管不了了啊，我们到政府去，如果政府不给我们解决，我们就趴火着鬼，我们就跳楼。你怎么？可是我们家的血汗钱。大家冷静一下，我一定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你想什么办法？我的可是十万呢，你给我呀！你怎么办？我的两万多钱，你怎么办？走，咱不跟他说了，走。大家容我想想办法，行不行？想办法！大家别听他的，咱们到县政府去，我们找县长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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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旺的钱还不了，我还。你还？那么多钱，你还得起吗？你说，这些人家里就那么点钱，潮水、老魁媳妇儿都是从亲戚那里借的，水旺还不了，这不要他们的命吗？小锅盖，我真搞不懂你到底是个什么人。二云，你别生气，我就是想，在法律解决之前，咱们先垫付给这些工人户。你替他还了钱，是不是还要替他抚养两个孩子，还要水旺他娘？水旺的病要是真好不了，我这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去死吧。好，好，小锅盖。二云，二云。你就嫁接随机，嫁狗随狗吧。我也是不忍心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是村主任，我不管，谁管？管吧，管吧，你尽管吧，管吧，管吧。咋了？咋了？咋了？这是？咋了？不过了。娘，这咋说不过都不过了？郭盖，这咋回事？娘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你们这么大，连个孩子都生不下来，整天让我生气，整天让我生气，整天让我生气，别打他了。我知道你是在说我，你再给他娶个媳妇吧。哈，行行行行行，我多嘴了，我多嘴了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我去死。娘，你别凑那个热闹。双哥，
好好养病吧。你的病，心里边别太难受了。你的事儿，乡里已经反映给上级了，党政政府也在为你的事儿啊想办法呢。不是人，都啥时候了？啥也别说了，好好养病吧。对不起，莫老师。想把你的集资名单给我吧，我来想办法。二云，这是干什么？既然你已经决定抚养陈楚让一家，那我就走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写好，同意你就签字，不同意，咱们法院见。二云，我知道我这么做对你不公平，可我就是不忍心看着程水王一家人没人管吧。虽然上边有补贴，有救济款，可谁来照顾他们呢？二云，我保证，不用你管，我来管。什么也别说，你做你的好人吧。正不忍心看着这么一家人，我小乖乖7岁就没了爹，我娘为了我没有改嫁，我就在想，如果当时我娘改了嫁，我不就和现在的小陈燕一样，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了？换句话说，就是我娘带着我改了嫁，我后爹又会怎么样？我真不忍心，我受不了看那些没能力、无助的。天下的事儿都要你来管，好好做你的大善人吧。我真不忍心看着程燕、程丹他们一家人。我就问你签不签？
我去。小锅盖，我以为你不会切，可是你切了。好，我在你心目中不连累你也好。为了别人，你居然抛弃我！二哥，我们大家一块商量了一下，陈燕儿和陈蛋儿的抚养问题不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。以后啊，咱们都是一个大家庭，他们俩的生活问题，我们大家一块来解决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瓜哥，乡长，大家好。我就要离开乡里了，给你道个别，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。乡长，我的门面有限。哦，你干得很好。郭二哥，梁乡长，给我们的团队起个名字吧。乡长，还是你来吧。咱们就叫爱心妈妈团队，怎么样？好，好。下面呢，咱们有请咱们的村主任小锅盖为新郎常有望、新娘王丽娜主持婚礼，拜天地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今天，大婶，小锅盖啊，你看你为有望的事儿操了不少心，有望能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啊，多亏了你。我打心眼里感激你，我给你磕头都行。不过你看，按咱们这儿习俗啊，我不想让一个家庭不完整的人。你不是刚离婚吗？这，婶儿，你的心情啊，我能理解。你要重生主持，那我想回去。